这是啥呀？陀螺。你好，这个是陀螺。陀螺。玩陀螺吗？好啊，来，每人下两个币，好吧？蓄力。对，蓄力，来。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发射！哇！哎哎，直接凉凉。他犯规，他犯规。如果你有疑义，可以去问董事长，年年都是如此。兄弟，来啊，再来。啊，来了，再来啊。你挣到了吗？我现在有13枚，谢谢。弼马温站起来了。你要继续来这个吗？你们是不是都没赢过？我没有。这样，咱们几个玩，咱不带他们玩，好吧？看看能不能公平一点。但我可以请两个帮手。我可以当您的帮手吗？不可以。我绝对帮你。我不是很相信你。我肯定帮你。两位，我今天两位，我帮你干他。两位来，我帮你干他，兄弟，你让我。我是，那你下两个。好，我那我赢了是不是也有点？咱们一会儿站在董事会好。我跟你们对立面。三，好，准备，听好口令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我操！你出局，我这个不掉，你让开了。红的是我的。蓝色，我替董事会赢了。蓝的是你的呀？蓝的是我。黑色是谁的？加油，我的。黑的。那咱俩还比什么呀？加油，不行，要比到最后。不是，我不跟你一块战斗，那么三个吗？是啊，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，不好意思。兄弟，我跟你一起打，我站到最后了，咱们俩都赢了，你应该是给我两个币。刚刚你答应我了，币不能给，是我自己赢的，送你个奖励吧。好，送你个奖励吧。好，谢谢。我们要发布两条最新的拍卖规则，请各位马上到拍卖区集合。到拍卖区集合。第一条呢，所有的朋友还没有拍过头的用户，在我们交易结束之后，大家所有的资金将会被强制清零。还能强制清零呢？走，拍呀，都是清零了，拍呀。啊，拍啊！你拍啊！我拍。第二条规则就是，拍卖结束后，手里的资金如果少于启动资金的话，将会被视为破产。破产会怎么样？什么？破产会怎么样？那么你手里的资金将会被强制清零。我真的是醉了，不要老是改。我老赢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嗯，好，我很委屈。嗯，好。那我赢钱也不行。我一直跟着你，你说实话，我是不是从头到尾我全是靠自己赢的？是，没我用了各种商业的头脑去赚取我所要应该的金币。是，我没有偷，没有抢，没有欠任何人钱，我所有欠的钱全部都还掉了。太没意思了，我靠5个金币，我是靠商业头脑赢到现在。我借了别人的钱，借了银行的钱，我把钱全赢过来了。你不要老是更改规则，我靠我自己的头脑在这个地方用商业。到这里，什么？这就是屋子，这叫小道消息。小道，我要爬进去吗？相信我，里面会有惊喜的。队员里有人有声音，给他们加点难度。我在这儿给了他们很多的惊喜，给他们枯燥的这个节目生涯留一点欢喜。拿到有钱花，紧急时对天空大喊：“我有钱花！”有人会把钱给你50个币。我的 ！Oh my！ 真的假的？
这我可以不告诉别人吗？我可以自己留着这个吗？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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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有骗你吧？没有骗我，太感谢你了。那你可以现在问我一个很重要的秘密，我可以告诉你。那问这个秘密之前，我能问一下，这个是真的吗？那这算一个消息了哦。哦，算算算，我不问这个，肯定是真的。我想问一下，我应该去拍谁的屁股三下？这个是属于你们内部的，你要好好观察，好发现你们自己身边异样的。好，那董事长到底那些桃子里面他真真正正喜欢的那个桃子到底是什么？这是第二个问题了。董事长喜欢什么呢？董事长他是北方人，他一生病难受的时候就会打开一个罐头，里面是一种什么桃啊，这个你就清楚了吧。黄桃，明白了，谢谢。这五个金币花得太值了，我弼马温再也不是弼马人，我现在已经成为了真正的齐天大圣。谢谢。不开了能退吗？我们这里有四斤的核桃。有吗？有四斤的核桃。要。能退吗？不能退啊，退吧。这是规定，退不了。怎么了？赚钱了？没赚钱，挺多呀啊！那你们等会儿还能再拍什么吧？你等会儿能你拍到了吗？我拍你屁股，你没反应。你听我说，我拍你屁股，你有没有反应？你先。你怎么回事？我拍你屁股，你没反应。那怎么我拍回来？你是不是没反应 ？OK， 行，那我说没反应。大哥，别急了。还行啊，小屁股。怎么回事？你拍我没用吗？怎么回事？肯定不是我。什么不是不是你？谢谢。我拍上了。你们别跟着我，别跟着我。那你过来一下。你这样，你一会儿拿着我这牌子，嗯，帮我拍一下黄桃。拿着我的牌子去帮我拍一个黄桃，这样就不会有人跟我抢。但你别跟别人说。OK。你说了我就废了。行。行吗？来给。谢谢。我尽量。啊，我觉得不一定。没事，你就一个一个加就行了，稳一点啊。你出去吧，咱们不能走在一起。12号啊，12号记住了啊，别给我卖了，听见没有？别把我卖了啊。哎，跟节目组玩脑子真的是。不要搞我，你说我赚多了完了你非得给我清零是什么意思吗？你不就是针对我吗？这里面就我赚钱赚的最多，你又给我清零，你让我还玩什么？玩个陀螺硬生生的给人摆，怎么了？行，我反悔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有合作伙伴，我得帮他，我忘记了。你这个理由，这个忙我不能帮。严导，我真的，说实话，你这样的话，我没办法跟你录，咱俩没有办法合作了。说唱新时代，我绝对不去了。就这样，你看着办吧，我真不去了。现在那女孩回来拿着我的牌子走还来得及，你自己选一下。我在这站10秒钟，不来之后，咱们俩不会有任何合作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行，再见，严明，你我到此为止 ，OK。哎，兄弟 come on， 能帮我一忙吗？你看看能不能帮我拿12号拍一个黄桃行不行？别告诉别人，可以吗？谢谢你，辛苦了。那待会你付钱啊？我肯定付，你相信我。你要啥来着？我要黄桃啊！谢谢 ，respect。我们接下来迎接我们第二个拍品了，黄桃罐头。
那么我们这一轮起拍价格将有所提升，我们提升到20个金币起拍。20起拍，你还有几个？30多个。我们就折在这儿。千万不要吝啬你手中的钱币，错过了这一次，可就没有下一回了。那你不拍，你也留不下来了。给你们了，我这边没辙了。你这么大牌了，他这相当于亏那个，你亏了那个10块钱拿不回来，亏了10块钱拿不回来。你跟他们聊过了吗？不退。对，那就让他们帮他拍不就完了吗？对吧？你他10块钱也没白花呀，让他们帮你拍。你们不是欠我一次吗？10块钱啊，你帮他拍呗。你要拍什么桃？就拍啊，黄桃。现在就拍，别太多啊。但是控制吧，我感觉你又哭了呢。对，这太哭了，我没有见过这样的规则。黄桃罐头，20个币起拍，拍卖开始。4号21枚，12号22枚。你帮我拿这牌子去拍一个黄桃行不行？孩子他们肯定会跟我抬价格，你看看能不能帮我拿12号举个牌子，最低的价格帮我拍一下。我要黄桃，黄桃啊！别说这是我的牌子啊！12号23枚，4号24枚，12号25枚，4号26个，12号27枚，4号28枚，12号29枚，我肯定一个都没有。30枚，31枚，4号32枚，33枚，4号加到了34枚。我说啥？你拍的超过底金了。34枚，还有比34枚金币更高的吗？3号加到了35枚金币。最后的黄桃罐头啊！最后的黄桃罐头啊！4号加到了36枚。黄桃4个。好嘞。4号加到了38枚。38枚的黄桃罐头。38枚一次。38枚两次，38枚3次，成交！来，感谢这位4号朋友用38枚金币换得了我们最后的黄桃罐头，恭喜！恭喜恭喜！我不拍了。哎，没了。这个没了吗？他们不玩了吗？他们走了。不玩了，没地儿赢钱了呀。我有那么多的钱，最终我因为一个拍卖，我导致失去了所有。好，抓紧时间兑换黄桃罐头。你先算你差几个，我帮你借借。那就差3个，借去。能借到吗？借我3个行不行？刚刚主播我帮你们把钱都收走了，我真没钱了。你还有吗？差4个。你有几个桃？俩。你先挂着卖一个。他差3个，你差4个，你们俩手里都有桃有底，你只要把其中一个卖出7块钱来，你们俩都活了，要不然你全都白拿。他手里俩桃，他只要把其中一个卖出7块钱不就完了吗？能卖出去。你必须得挑一个卖7块钱。月哥压力很大。下班了。什么玩意儿？下班了。太刻意了，说实话，这个点下班了。
我赢了50多个金币，我从5元金币赢到50多个金币，我因为一个拍卖起拍价20块钱，我失去了，导致了所有。7块甩卖，董事长的最爱，只要7块钱任您挑。7块甩卖，7块甩卖，黄桃、樱桃随便卖。7块甩卖，董事长的最爱。7块甩卖，买了七块，你要哪个？3、4。你要哪个？来一个黄桃吧。好，黄桃，来，好，谢谢。得救。我需要4个就行，你需要3个，来，来，收工。取货。你拍下的那个呢？这叫什么？死而复生，这叫天无绝人之路。哥们儿，把我兄弟拍的那个取货。流拍了。啊？流拍了。咋流拍了呢？2分钟之内没兑换。涛。2分钟之内没兑换，流拍了。四号将近15分钟没有过来，没有过来兑换。您代拍的问题。运营，我真的有时候都有点想哭，说实话，我很憋屈，你知道那种委屈吗？你去交易行换个东西去下班了，我拍个卖7块钱拍出去了，他跟我说流拍了。